犒劳一下自己。嗯，牛餐肉吃一个。啊，也是白酒，嗯，来一瓶。胃下垂，嗯，这乃解酒。落茶，没尝过，尝一尝。还缺点啥？哎，这个七皮梗。这样应该不错，抽一把。老板，来，再加这个裸茶、牛餐肉、胃下垂，大约是白酒，还有七皮梗，总共多少钱？哎，我给你算啊，这个是一十零加十五加，这是十零加。五十，五十。哎，对了啊，这个不叫裸茶，这叫茶客。这个七皮狗，这叫七皮狼。牛蚕肉，这是牛蚕肉吗？这是午蚕肉。这怎么看？这也不是胃下垂啊，这胃动力。大约是白酒吧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字数都能数错呀！哎呀，大哥呀，那前面呢？右拐有一个小学，现在估计在上语文课，你应该去上一课啊。就你有文化，想买啥？以后没文化别出来买东西啊！同学们，今天呢给你们打预防针，一个一个排好队，在这边排好队，然后咱们一个一个来，行吗？我先来。不要动，碰到什么人了啊？找到了，不要紧张，放松啊。
医生，和你说个事儿，我也有半年没洗澡了，头倒是天天洗，刺儿光蹦亮的，要不在这儿摆着。大叔，你这样能钓到鱼啊？钓鱼靠的是运气和经验。姐，你看你连装备都没有，站那儿一跑，你就想钓鱼啊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一会儿让你大吃一惊。哎，动了动了。哎呀，没钓出，我这鱼食都吃完了，居然没钓出。这鱼到底吃啥呀？有口了。哦，哎，看到没？哎呀，钓鱼啊就是运气。来吧。不行啊，我换个蚯蚓吧。你换成蚯蚓它也没用。不一定。哎呀，有口了。看到没？来吧。哎呀，就这么一条。不行呀，这是又换水草了。我换个草钓草鱼。哦，钓草鱼应该没问题。有口了。钓又一条，我这半天也钓不住。钓鱼呀，这鱼爱吃什么就放什么，就好像你想吃什么买什么似的。哦，快200块钱，这鱼想吃啥自己买去吧。嘿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您知道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在家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，我现在在电脑上做了一个详细的 APP， 现在拿出来给你看一下。老板，其实我手机上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 APP， 我现在拿出来给你查做一下。老板，我给你口述，我给你口述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打扰了。等一下。
和女朋友吵架了吧？是不是他把你东西都换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因为今天中午和你嫂子干了一仗，她把我的东西全换了。我知道你是个有工作地的男人，你败露了。谢老板，谢老板，加微信。录取了？录取了，祝你们好运。都是天涯沦落人，加个微信。